盖米男子哈为视障人士，手上握着哈是视障用专用的手杖。当时哈是用完午餐后要穿越马路，但是手杖是折起来，并没有打开使用。本案经查实会议场，请各位家长切勿惊慌。在学童上下学期间，警方都会加强巡逻，以守护孩子的安全。